亲爱的 Caroline， 你已投入上帝的怀抱，我知道你一定是上帝的国度中最温暖可人的天使，我永远怀念你。能在 Toastmaster 演讲社遇见温柔体贴的你，是我此生最珍贵的福分。你的热情洋溢，乐于助人，总让我体会到诚心对待的真挚。你的待友如亲，关爱备至，总让我感受到幸福满满的宠爱。虽然你已经悄然离席，但你盈盈笑意的面容，你温柔体贴的气息，总是不经意间就这样轻巧地浮现我的脑海，就这样浓浓地盈满我的胸怀。我非常怀念总是记得每一位伙伴学习进度的你，我非常怀念每次 Joy Club 得奖时总是邀请所有伙伴上台共享荣耀的你，我更怀念为我筹办 HPL， 期盼我能得到 DTM。 刚从纽西兰家族旅行回来，下飞机第一件事情是打电话嘱咐我 Judy 要记得写 DTM 得奖感言哦，写完后我会帮你修改哦。处处为我设想，时时为我牵挂的你，我是公司最高层的领导者，因为永幸与 Caroline 共同经历这一段美好的旅程，让我理解真心关爱组织的所有成员，就能够凝聚团队的向心力，共同完成最美丽的期待。这就是 Caroline 给我最珍贵最珍贵的保障。此时此刻我想说， Caroline， 我想念你，爱你的 Judy。